哎，你们两个回下城，这去干嘛去啊？我们去赶集。这个小村子集啊。哟，炸油条。没什么卖吃的，这有卖羊汤的没有？卖鸡叉骨的，那也不得要吃饭啊，是吧？那也要吃饭，那鸡很小的啊。哎，老板娘，这现炸的吧？这多少钱你啊？6块钱你啊？来一斤吧。哇，这个这生意还不错，生意。我炸的一毛。谢谢惠顾，欢迎下。小鸡这是一个。你看那里。还行，你两块葱，多干净一点。叫大爷的名字？这是叫啥葱？黄坡啊，黄坡一个葱。你们要吃不吃啊？大葱。吃吧吃吧，我们吃不完的，还有两瓶白酒。你们是过来旅游的是吧？我们啊，我们专门过来去吃这个鸡叉骨来了。哦，那咱花椒花椒，专门去吃这个鸡叉骨来了。来这一份10块的。哎，对，10块的。看不看？你试尝一下。你们是美食博主吗？对。那让人家美女尝一下。啊？美女，你尝一下这个。我尝一下来。哎呀，你尝一下。啊。你们那不都等了哪一年？吃过，我们那里啊。哎，你哪里的？从嘉兴过来。哪里？浙江的啊。哎呀，我们也从浙江过来的。我们也是从浙江过来的。你们浙江哪里啊？我们在浙江金华。哦，那你们是哪里？我是山东人，他是河南，他是湖南。你们从哪里下来？对。来。我们在那里。哦。啊。天气冷，刚好。对，还可以行啊，好吃吧？别闹了，哎呀，好吃嘛！别闹啊！慢点啊！我叫沈登辉，他叫李哥，去哪儿吃？沈登辉啊，美女见过早上喝酒的吗？在抖音上见过啊。沈什么辉？沈登辉。登山的登吗？对，攀登的登。辉。啊，谢谢。啊、收获粉丝一枚。没关系，不好看的话可以取关的。你们这里是哪里？我们就在这附近赶大集啊。怎么还没有了？你想起我来了？对啊，跟当时也没想起来。调个对量的，都行吗？行了，兄弟们，那我也尝一下。忘了，沈总啊，这块。我一块就够了。哎，这玩意我第一次吃，比我想象的好吃。我以为鸡叉骨这玩意儿，骨头嘛。没想到比鸡腿还好吃。第一次吃，你呢？可以。你第几次吃？第一次吃，还要吗？就不用了。你们真是没见识，没吃过，没见过，怎么活这么大了？啊？你们呢？没吃过，没见过。你肯定吃好多了。我肯定吃好多了。他家里以前就是卖这玩意的，吃了十几二十年了。你这不要乱造谣好吧？肉和不差这玩意儿，不差肉。对，中国的后厨房嘛。一个叫庄慧是吧？对，庄慧呀、啊。
卫龙啊，可以少喝点，可以少喝点，今天绝对不灌你了，算了不喝了，我吃吧，反正今天不让你喝醉了，再吐一次就麻烦了。